真理，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扬声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让你的忧伤破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
就求你来充满我们，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用你的道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蒙你的喜悦。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个儿女一颗清洁正直的心，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来单单的仰望你，来渴慕你。谢谢你今晨与我们的同在，谢谢你浓浓的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耶稣。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生命江河永流在我心，我立的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你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真理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的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主啊，我们树立在你面前的一些儿女，主啊，我们都是立定心志今生来跟随你的道路，哈利路亚，我们一生绝不偏离。主啊，求你来扶持我们，来引导我们，给我们加添力量，有圣灵的恩膏加添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来跟从你，哈利路亚。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的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的心志
单单敬拜你，我听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圣灵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都在主圣洁光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求你激励我们每一个儿女，我们就立定我们的心志来跟随你，尽管前面有拦阻，前面可能有一些主啊真的我们不可预料的任何的一些试探和诱惑，但我们已经立定心志，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来献给你。哈利路亚，主啊，今天就是哀哭变为跳舞的时刻，让我们欢喜快乐。哈利路亚，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乐爱哭变成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为我披上喜乐衣，歌唱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人在于你，耶和华是我永远的荣耀。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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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生罪人的哭泣的神必欢呼，耶和华已救恩的恩赐让我，歌唱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在于你，耶和华是我永远的荣耀。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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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在此，我们就真的，我们欢喜快乐，在你的面前唱歌跳舞。哈利路亚，主啊，是因了你，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早晨的欢呼，耶和华已救恩的歌四面环绕我，歌唱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在于你。耶和华是我永远的荣耀。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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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盾牌，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宝座，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诗歌，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我心称颂你，我的灵昼夜向你欢呼，我的心称颂你，从日出到日落赞美你。来来来，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宝座前，一起欢喜快乐，哈利路亚！今天是耶和华赐我们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日出到日落，主的都来赞美你，我们全人全心，从早到晚，每一个细胞都来跳跃赞美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主，喜乐的主，荣耀的主，哈利路亚！阿门。称颂你，我的灵昼夜向你欢呼，我的心称颂你，我主，从日出到日落赞美你。主啊，我们在其中真的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欢喜快乐。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真的，主啊，你借着今天你的诗歌，主啊，借着你的真理，你的话语，主啊，你要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翻转，这样一个复兴的一个恩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要真的把让我们把哀哭变为喜乐，让我们脱去麻衣，哈利路亚，披上喜乐，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主啊，我们静静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就领受，领受主，你要充充足足浇灌在我们身上这样一个恩膏。主啊，真的我们谢谢你，你是鉴察我们的主，你是时刻与我们同行同在的主。主啊，我们真的，我们每一个细胞，我们每一个心思一念，我们每一个行为，我们每一个环境，主你都知道。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里。主啊，我们真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此刻，我们要借着主啊，今天清晨你给我们的感动，主啊，要让我们所祷告的，主啊，我们真的要把我们教会中我们软弱的肢体，主啊，我们要交托在主你的面前，我们要交托在面前，无论是他们病，我们的肉体上有软弱的，还是我们在一些啊，我们思虑上有一些愁缠累，有一些忧虑，有一些愁烦的，主啊，我们一并的都统统的交在你的手中，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真的在此刻，你告诉我们，你是能把这个哀哭变为跳舞，把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们披上喜乐的主。主啊，你是可以翻转我们的主。主啊，你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要让我们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无论我们现在我们面临的境况是怎样，无论我们现在我们真的所处的境地是怎样，让我们看见这位永活的真神与我们同在。这位主啊，你的能力要复辟在我们的软弱之上，你要让我们变得刚强起来，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让你感动我们，你让感动圣灵也光照
照我们，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凡我们软弱的，让我们真的看在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谦卑的，主啊，用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真诚的来谦卑，来悔改，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主我们的所犯的一些我们的过犯与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哪些地方主啊，我们真的不合你的喜悦，而主啊，所以说引来你的管教，主啊，现在让我们面临现在这个境况，主啊，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是因着我们违背了你的旨意，所以说我们真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要悔改，真的你的面前要悔改，主啊，真的像大卫一样，当我们面前在你的面前真正悔改的时候，主啊，真的大卫犯了如此多的这样一些过犯，主啊，你仍然饶恕他，主啊，真的你饶恕他，你永远的爱赖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主啊，你必不转脸不顾我们，主啊，真的在此，主啊，我们在为我们教会中，真的我们是软弱的肢体姐妹，我们一同带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的这在我们生命中的主啊一些过犯，我们来向你来认罪来悔改，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今天清晨，主啊，在这个清晨，主啊，在这个时刻，主啊，你就是要借着主啊，你与我们的亲密的相交，主啊，你要把这一份主啊这个反转，把这样一份从哀哭变为跳舞，把麻衣脱去变成喜乐，把这样一个恩膏要加添在我们众儿女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真的脱去一切的惨泪，让我们脱去一切的忧伤，一切的痛悔，一切的我们在主里面，主啊，让我们都欢喜快乐，欢喜快乐，主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重新站刚强站立起来，主啊，在你的面前重新的来刚强站立起来，主啊，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主啊，真的让我们在你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让我们怀着一颗每天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来朝见你，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来与你同行，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才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求你让我们经历每一天，主啊，你把这个喜乐的恩膏油就浓浓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主啊，我们在这里这个祷告，每一个祷告，每一个祈求，主啊，也是你的引导，是你合乎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真的按照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施恩于我们每个儿女的身上和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够经历，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位至高全能慈爱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因着你的爱，主啊，你宁可舍弃了你的独生爱子，真的，主啊，你在十架上为我们流表血，为我们舍命，就是为了把我们赎回。主啊，我们已经被你赎回，主啊，我们的所有的，主啊，我们在世上我们所有的所为，主啊，真的要与我们蒙召的恩来相称。主啊，谢谢你，求你来高抹我们每个儿女，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卑微，不再软弱，而是我们成为神国的公主，神国的王子，主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有这样一位与我们同在的阿爸父，主要我们还惧谁，惧怕谁呢？主要我们谢谢你，在此刻，主要我们也共同来举手，主要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要真的因着我们每个儿女，每个弟兄姐妹的复兴，每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刚强站立，主要我们要同心合意来服侍我们的教会，我们真的在我们各自的本位上，主要我们要服侍我们的教会，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要也求你与我们同工，软弱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扶持，主啊，疾病的求你来医治，主啊，真的我们有受伤的求你来缠裹，主啊，真的当你与我们同心合意，主啊，当我们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共同来扶持，共同来建造我们教会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教会必将成为一个荣耀发光的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圣灵的工作已经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期待主啊，也希主啊，你把一个更大的荣耀，更大的一个作为放在我们活水得胜教会，主啊，因为这教会是你所设立的，主啊，有你的命定和在你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有你的启示和意向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我们愿意向着你的意向和你的启示在奔跑，哈利路亚，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个儿女，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坚定的跟随你，我们真的立定我们的心智，我们一生来跟随你的道路，来服侍你，服侍你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主啊，我们按照你的使命，主啊，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我们在此，我们为执政掌权的来祷告，主啊，我们也为川普总统来祷告，主啊，求你真的前派天使，主啊，你护卫川普总统和他的家人，主啊，真的让一切仇敌、一切黑暗的权势不能来靠近他们，更不能利用任何的管道伸手来攻击他们，主啊，川普总统是你所高立的，主啊，他按照你的心意而行，主啊，他以圣经的真理作为他所行形式的标准，主啊，这是合你心意的，主啊，这是蒙福的，主
主啊，美国要因川普总统而蒙福，主啊，求你坚固，来坚固他，求你来坚固他，继续的加添川普总统力量，加添他足够的智慧，让他能够管理好你的国家，管理神的子民，让他真的行出神和你心意的政权。哈利路亚，主啊，求你也高抹川普总统的内阁，让他所有他内阁从政成员都是爱主爱神的，让他们紧紧的围绕着川普总统的思维，让他们共同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政府，让他真的在那个政府所行的一切的政策，主啊，都合乎你的心意，容神依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的恩膏，继续的恩膏，主啊，求你祝福川普总统在竞选当中，他不是靠着真的不是靠人的才能，不是靠人的势力，而是靠着那加添他力量的耶和华，做了那万能的主，全能的主。主啊，你要祝福川普总统，主啊，真的川普总统让他的在这个竞选当中，真的主啊，让他再一次经历这个得胜，再一次经历神奇妙的恩典和作为。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赞美你，我们知道凡事都在你的手中，凡事都在你的手中。主啊，在此我们愿意全然的来交托，全然的来仰望，我们全然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也愿意全然的来放手。主啊，当然我们真的能够看清楚，主啊，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你是那世间万物的主宰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愿意来放手，因为在你的手中比在我们的手中更好。哈利路亚，主啊，你这样把那上好的福分赐给凡敬畏和仰望你慈爱的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清晨，主啊，你与我们的同在，谢谢今天清晨，主啊，借着你的启示，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荣耀，主啊，你要凡树立在你面前领受你话语，领受你恩膏的儿女，每一个主啊都能丰丰满满的得着，丰丰满满的得着改变，从今晨从现在来开始祝福，主啊，浓浓的祝福，更多的祝福在此刻也要开始。主啊，求你继续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和他们家人，也祝福我们的国度，祝福我们的现在执政掌权的。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愿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蒙你的悦纳，也蒙你的收纳和垂听应允。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听神的福，谢谢你，感谢赞美你。诗篇第82章第一节说，神站在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前审判。主啊，谢谢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要向神负责，人间的当权者应该要认识清楚，他们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并且他们有一天要向天上的大审判官耶稣基督交账。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为了生活，为了利益来拼命攀附金钱权柄的同时，我们要分别为圣，豁出神的公义，用真实无畏的爱来豁出美好的见证。也谢谢神看顾困苦贫乏之人，为他们受屈而伸冤，也求你看顾怜悯，有很多的流人，很多的中国人，他们都无所事事，心灵空虚，身体疲劳，完全没有方向感的，整天都在斗场游荡。求你赐给他们灵魂苏醒，重新开路，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感谢赞美主，我们一切的平安都在神的旨意中，我们一切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请你圣灵充满赐福我们的苦水得胜教会，请你保守赐福我们在神面前的每一个人，保守他们内外平安，心民意足。请你保守我们的牧师师母，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亲人和朋友，保守我们地球每一个角落，一体的荣耀赞美得胜归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奉靠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大，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我们依靠耶和华，胜似依靠人，因为我们依靠你的时候，主啊，你是看着我们的，你就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天天思想你的话语，愿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来主啊，来提升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无论怎样，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神，伟大奇妙的神，不离不弃地看守着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感觉好像人都感觉没有盼望，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伟大奇妙的神在作王掌权，因为你到时候你也会审判着世界，你因为你掌管的宇宙万物都在你的权柄之下，都是你说有就有命令立出来的，你的话大有能力。谢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果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你总是不离不弃的来抓来指引我们，有时候感觉着好像神没有管，其实神在管。神你说你叫我们知道，主啊，困苦是那个恩典，艰难是祝福，让我们知道主啊，主啊好像看不到什么的时候，但是神你在那正在做大事做新事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说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祷告，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不说人有多少，这些事是神你在做，我们只是要祷告，我们只是凡事交托，凡事仰望。主啊，那个时候主啊，你必在天上主啊来完成你自己的大计划。谢谢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不断的主啊来鼓励我们，来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有一颗坚，我们一定立定心志来跟随主。谢谢主，因为耶和华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他也成了我们的拯救，你就是我们的拯救。因为我知道我们没有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天天心里虚空，天天心中主啊想的都是现在想都是不合神心意了，但是我们现在认识主了，我们虽然有时候有困苦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一瞬间过去，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伟大我们的神在引导着我们，在帮助着我们。因为主啊，世界每一个国家需要你，每一个主啊世界的每一个教会是你所立的都需要你。主啊，谢谢你，全人类需要你，这是不认识你偏行己路。谢谢主，哈利路亚，好使我们人你带领我们先认识了你，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在你里有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不枯干。主，我们在你真的是有生命的活水在浇灌着，你的话语就像活水，就像活水滋润着我们。主，我们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主啊，你马上就给刚强给了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需要你，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我们不需要你，我们还是来到你面前，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有时候不来家，我们在家也是在看你的话语，愿你不断的开启，让我们的心往一处使，灵在你里头连接，在你爱的里头连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教会和睦，你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主啊来带领，需要你栽培。谢谢主，你在我们教会作王掌权，在我们主啊每一个人的家庭作王掌权，在世界各国作王掌权。主，你在圣经里说，你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被耶和华拣作为产业的那人是有福的。主啊，我们愿意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成就。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不单单为我们的教会守望，但为我们的每一个主啊肢体弟兄姐妹守望，我们也要为你的国度来守望，为世界主啊为需要的地方来守望。主，谢谢你，真的是我看现在已经兴起要在为川普所守望。主，谢谢你来祝福来带领来帮助他所行的，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愿你大大恩待，赐他能力赐他力量，让他有能力主啊来
成就你的大事。谢谢主，哈利路亚！以色列更需要主，愿你祝福以色列，愿你帮助以色列的总统，主啊，能按你的旨意而行，来扩展这个国度，来在这个国度里来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主，谢谢你，愿你祝福犹太长兄，祝福耶路撒冷犹太全体，主啊，愿你祝福他们，主啊，他们还不认识你的，主啊，他们知道还有还在等救赎主的，愿你主啊，愿你打开他蒙蔽的帕子，让他看见你的荣耀。耶稣基督在2000年已经来到了，已经主啊为成就救恩的命令已经完成在那个十字架上了。主，谢谢你，愿你的城中平安，愿你的宫内兴旺。我们同你可以来祝福以色列，主啊，愿你也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祝福牧师师母都在你的祝福恩典里头。谢谢主，谢谢主，我们相信你，主，我们同心和你，主啊，来寻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必让我们有复兴，主啊，我们等候你，就像主啊农夫等候秋收的庄稼一样，主，我们等候你，哈利路亚，我们愿意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行在你的主啊真理里头。谢谢主，我们都爱你，因为你相爱我们，你用爱惜了我们，主，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啊，愿你用笑脸来帮助我们。谢谢主，耶和华的祝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哈利路亚，你就是让我们幕后有指望。哈利路亚，谢谢主，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在这同心合一，主啊，宣告你，主啊，耶稣就是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一切问题结束了，撒旦魔鬼退去，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得胜了。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你信我干啥？